Hello， 大家早上好。我们现在是去芭提雅的老虎公园 Tiger Park 的路上。就我们尽量想早一点去，因为我们在网上看到了很多视频，就是大家如果去晚了，那些小老虎就会比较没有精神，已经接客接了一段时间了，就不太想理人。那一会儿我们到了再见，拜拜。我们到了，哎，感觉没有什么人，好像没有人。哎，是，现在去买票。萨瓦迪卡。Do you guys still have the newborn? Okay, I think we'll buy a newborn and also a package for small and smallest as well. Yeah. 两个，我看到老虎了。哪有老虎？在这儿。哪有老虎？在睡觉。那是假的吧？不是，在睡觉。那么真的吗？哦，这也有一只，它为什么不动？哦。Thank you. Oh, for safari, smallest. Oh, smallest is over there. It's the smallest. So baby, the baby. This is newborn. This is smallest. Smallest is 我能接受最大的。我们要不要从 newborn 然后到 smallest and then small? 对。有点害怕。我操！啊，不说声音啊！慢慢慢。哦，他自己过来了。我现在。He's growling。他在呼。他的手好大。哇，它的爪子就跟它的脸一样大，它的爪子好软，但有点掉皮，它需要涂一点护手霜。免费的泰马萨机啊，我在家都没有这个待遇，为什么还要花钱过来给别人马萨机？ You must be getting a lot of massage every day from the horse. Yeah, you like massage. It's like a baby. Oh, so sorry, baby. 虽然是小小老虎，就跟家里的猫或者狗算差不多，但你可能因为从小就是看电视上老虎吃人，动物世界，对吧？我觉得它往我这边走的时候，我就开始很害怕。心里面确实有一种那种物种上的压制的感觉，就是像有点像漫威的那个，就把神盾局长刮伤的那个猫叫什么？啊，什么噬元兽？哦，对，我有种那种感觉。现在要去看的是 smallest， 这个 size jump 从刚刚那么小，对。这是 smallest。哇、wow. ，look it's so big. Yeah. Small. That one's 2 months and 4 months. Wow. 妈妈明天你来。他眼睛是睁开的。没有这样。
He's gonna get angry and then and I'm the closest person. Oh. Okay. Big time. Oh. Big time is coming. Oh, the big boys. Big boys are there. Oh. Oh. Hello. Ah. He's. Oh. Can baby they say something to you? How much do they weigh? Same weight, yeah. Same you. But he can finish me in one meal. How did you know?宝宝，你有什么感想吗？感想就是真的很害怕。是，他们最后我们摸的那只是属于大老虎。没有，它是小，就是它这边的 category 是 small 小老虎，但是对于我们来说就已经很大，因为它是100公斤，就跟它一样沉。是，然后关键是那个驯虎的人说。他大概吃我这样的4顿就够了，所以说一天半我基本上我就没了。我们刚刚从这个最小老虎来之后就开始来人，幸好我们来得早。大家看一下现在有多少人。就咱们来的时间是刚，哎呀蝴蝶，咱们来的时间其实是刚刚好的。现在看蝴蝶感觉很亲切的感觉。是。这是一个什么设置？这个。这个应该是大大老虎吧？你看它的屁股是一个心，哎，它是个心心。我们家的狗也喜欢这么睡觉。热狗找到了你的兄弟，欢迎巴达。哇、哦！不知道大家听没听见老虎在叫，这声音真的很吓人。好漂亮，就是头发很顺，很淑女的感觉，有没有那种很像那种贵妇？哇、哦哦，好漂亮啊！你知道我用了什么原理吗？我刚才发出了超过2000赫兹的声音、啊，猫对这种声音比较敏感。你看，我再来一下。嗯。Not working。从 Tiger Park 出来2分钟的车程，我们就可以到 Pattaya Floating Market。不知道为什么，我今天在虚。昨天晚上大概没干什么。我从那个老虎园出来之后，这个汗
一直像这样不停的流，已经流了两个小时了，流的纹身贴都掉了。Thank you, Kapunka. Can I get one, pineapple? 哟，感觉会很好吃。说是什么青莱的小菠萝，感觉泰国当地人都在买。我们现在就是尽量规避那些专门给游客做吃的东西。昨天吃了一个猪脚饭之后，我半夜，对，我半夜做噩梦的是猪脚在踩我。哦，这个菠萝很好吃。那菠萝特别的甜，也很脆。我目前点了这些菜，炖牛筋，姜炒牛筋和牛肉，牛舌，还有一个是炒泰国，泰菜，海鲜泰菜。我们已经马上快吃完了，不好意思，吃的也蛮香。我才想起来要录一下这个。这个里面配料其实比正常的排菜丰富很多。那这个呢，里面有海米啊，虾，这叫虾干嘛，干虾，这有豆腐，还有那种大虾，还有这个花生碎，还有鱿鱼，还有鱼，所以说真的很好吃，下次来可以试一下。